依依啊，你做烟土线怎么跟妈妈一模一样？依依，你太棒了！哇，依依啊，虽然你做的烟土鲜跟妈妈的不一样，但是很好喝，你太厉害了。我不需要怜悯和鼓励。哎呀，依依啊，真好喝，你越做越好嘞，宝宝再喝一碗。实验上的失败可能会成为发现的开端。说不定啊，你能够通过无数次失败的烟都鲜，发现什么全新的物质。我可是严格按照你留下的食谱去执行的。做饭和做实验可是两码事哦。哦，你这中间好像漏了点东西，没放进去。漏了什么？爱和真心。哦，当然了，跟你说也是白说，你根本就没有。消失。依依啊，你在跟谁说话？自言自语，有助思考。很好喝，爸，为人师表，你总撒谎不好。我说的是真心话。从今年开始，咱们家再也不会有烟都鲜了。哎，你是惩罚我？嗯哼。新年快乐！状态不错，进来吧，都在等你。好的。你好啊，欧阳。啊，幸会啊。咱们见过。是的，伯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给您拜年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好。哎，这是依依的姑父。姑父，过年好。你好。哎，这是我的妹妹，依依的小姑。小姑，过年好。厕所。哎，徐王，厕所。他一看到我们呢，就紧张。我一紧张就想吐。爸，不许作弊。不是，我怕今年的这个题目啊太简单了。每年都陪小姑玩这个，不无聊吗？过年不是就图个乐吗？你看你爷爷奶奶、大伯都过世了，我们兄妹还是得聚聚啊，这才叫过年嘛。弟呀，今年到时候把你男朋友叫来吧。男朋友？对啊，就是那个叫欧阳雨飞的。你们不是在交往吗？嗯。对啊，上次跟他见面还挺尴尬，也没有好好交流。这次就算正式见面，我也想跟他好好聊聊。也好。我觉得这题不错。还是算了吧，我最不擅长这种事情，万一到时候弄巧成拙。好了好了，就这样吧啊，再见再见。他挺好，他去好莱坞了，去好莱坞。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我傻才去呢。我最讨厌跟着陌生人一起吃饭了，更何况是陆依依的爹，还有她姑姑，我想想紧张的都想吐。嘿，你到底去不去？不去。你不去啊？你不去我就把你的书给你扔了。你扔就扔吧，反正书也摔不死。哎，你真扔啊？是谁在隔空直播？依依。来，进来。啊，依依，来来来，快来坐，坐吧。不用了，阿姨。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当面确认一下核心环节。你能不能别用塞伯斯坦语言说话？不在大年初二去见我的家人，说明你没有结婚的诚意。你是想单方面终止合约吗？啊！我明白了，我会追诉的。哎，你等一下，合同里。哪个地方写了这个条款？第47页，有关于家庭关系条款中第13项明文规定。我只是不好意思，还没怎么着，我就舔着脸去见你的家人。你不去更驳人家面子，你就去吧。可他爸，我给他爸留的印象实在是太恶劣了。我就是你的圣诞老人。哎，还有当着你们的家人，我这个性格，我怕事情弄得更糟糕，你爸更讨厌我。好吧，终止合约。哎，我这不是在解释吗？怎么又要走啊？哎呀，你们家老爷子喜欢什么，让小飞学习一下，投其所好，把这关骗过去不就得了？骗是什么意思？骗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且是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的。我父亲必须要接受最真实的欧阳。那就等于判他死刑一样吗？对，你看，就这副德行的啊，哪个老人家会喜欢他？这话当妈的可不爱听啊！啊，不是阿姨，不过他要是不是我生的，我也受不了。妈，好吧，终止合约，我放弃追诉。哎，你回来！你来了就是为了要走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吗？我去还不行吗？
你爸、你姑姑，我全都鉴定了，但是我该怎么做呀？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做好万全的准备。老爷子和姑姑的情况一一最了解了，恐怕你要好好求求人家喽。我求你。哎，你这叫求人吗？高等游民，宁折不弯。你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啊，我看你可以尝试变弯了。我可以，我给你揉揉肩，按摩肩。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还是那个原则，坚决不允许出现丝毫的欺诈。你一定要做最真实的自己。我今天能够给你的只有建议，接下来的就靠你自己努力了。如果再失败的话，终止合同，停止交往。很好。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大家召开一个有关于大年初二拜访陆家事前特别临时会议吧。你能再说一遍吗？来来，哎呀，真麻烦。你来点吧。好，来一点就好。来来来，好，来你来一点。对啊，我来点，我来点，我来点。好，哎，咱们准备过年了啊。哎呀，小姑啊，新年快乐！快乐。先干为敬。欧阳雨飞，新年里的祝词你一般都说哪些？啊，就是给您拜年了，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不就这些吗？难道你们家还说老佛爷祝您吉祥？除了老佛爷吉祥之外，其余的我们家也常说。不过除了常规祝词，在正月里的聚会，按照姑姑的规定，我们还会总结过去一年的成果，以及对新一年美好的展望。真的假的？不至于吧？在去年一年，在家人、亲友，还有学生们的相互合作、配合之下，本人共完成了教学课程277节，公开论文7篇。在核心期刊上面发表学术论文2篇。在新的一年中，本人将再接再厉，紧密围绕学院学术改革的核心思维，提高学生们对历史课程的兴趣，再创佳绩。我来说啊，去年一年呢，在区领导的全力支持下，我文化馆加大了投入，进一步改善和提升了全区文体活动的整体氛围。同时呢，我们还大力开展了关爱老年人的三好老人文化活动，贯彻执行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个方针目标。我们准备进一步。我来补充两句。这文化馆呢，是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而教育工作呢，又是国之发展的根本命脉。虽然我们都已经上了年纪，但是在沉甸甸的责任面前，时不我待，指正朝夕。希望你们二位啊，继续努力啊，在新的一年里再接再厉。在新的一年里，我也要继续发挥余热，
啊，监督辅助大家。来，干杯！干！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就是年终总结大会呀。虽然有些奇怪，不过这就是事实。小飞，你想好说什么了吗？我脑子更乱了。不用瞻前顾后，做真实的你就可以了。你可真豁得出去啊！对了，依依，那你之前跟爸爸还有亲友们提起小飞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公正、客观、严谨。你是说小飞？我是说，在描述欧阳时的态度和原则，欧阳宇飞身体健康，没有泌尿系统。不要提这个系统。好吧，那个系统正常，不过他拒绝工作和劳动，在妈妈的供养下生活，并且以读书、看电影、听音乐的行为度日，认为那是在陶冶情操、参悟生命的本质，并自诩为高等游民，心安理得地当着啃老族。高度概括呀。过去一年当中，我秉承着在职一分钟用尽60秒的工作原则，高效利用了每一秒的时间，为公司、客户、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新的一年嘛，在工作原则上就无需多说了。私人生活方面，我打算在30岁的时候正式完婚，并且彻底减轻我父亲的压力。啊，一个人的生命就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更会为碌碌无为而羞耻。依依呀，一直是咱们家的标杆儿啊！谢谢小姑。我去年一年，我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丰富各个方面的文化知识，我重新听了一遍瓦格纳的歌剧唱片，回顾了伟大的比基斯和鲍勃迪伦，重读了金庸、古龙的经典，重读了费斯杰拉德和老舍。我终于找到了一部继续值得我追下去的日漫，叫《火星异种》，以及我坚持不懈地在等待着《冰与火之歌》第6部剧集和小说的更新。小姑，其实我也很喜欢保尔·柯察金，我听依依说您已经退休了，已经没事可干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给您推荐几个现在年轻人喜欢看的日漫，比如说《海贼王》。其实鲍尔跟这个路飞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的，一定会喜欢的。其实啊，我觉得啊，这个小伙子他还是蛮有学识的啊。我们今天虽然初次见面，对他的印象啊，我归纳出6个字，就是遇不着不成器。您我要是遇不着他，的确不会生气啊。姑父，你是不是应该喂皮皮了？哎呦，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光顾着说话了。哎呦，我的皮皮可饿了。是饿了。哎呀，这个姑姑跟姑父的孩子啊，常年都在国外，所以把皮皮啊当做宝贝疙瘩了。他呀，走到哪儿都带着皮皮，跟个小孩似的。姑父，今天就让皮皮和欧阳正式的见上一面吧。哎，好啊。其实我特别喜欢小动物，就是我妈一直不让我养。这什么东西？这皮皮怎么没有毛啊？皮皮呀，可不是绿毛灰。这我听这名字也还以为是个小狗呢，原来是个王八羔子。原来是个小乌龟，真可爱，你看看，长得跟姑父似的。
依依啊，我来给伯父拜年。小董来了。哎。如你所见，谁爱上谁了，谁不再爱谁了，都没有错。你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喜欢陆依依，而且我觉得她对我是有感觉的，所以从今年今天此时此刻开始，你我就是竞争对手了。欧阳雨菲，做好心理准备，依依一定会是我的。再见。去年一年，在我的推进还有公司同事的努力下，我们公司已经成功签约了奥运代表团，所以公司上下全体同仁都将借此机会扬帆远航，和奥运健儿们一起走向世界，振我国威。好。在新的一年里，我也将以此为目标，拼尽我的全力。还有就是，我也会用业余时间磨练剑术。新的一年里啊，不能再输给伯父了。谢谢大家。好，小子还给我玩谦虚，你再磨练我哪吃得消啊？啊，是您太谦虚了。嗨，哎，伯父，哎，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我可是从一进门就看见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啊。就数你小子眼尖。各位，各位看看啊。我参加东区大赛，运气好得了第一名。刚才没宣布啊，我是怕妹妹啊，你骂我是玩物丧志。说实在的，这是我今年最激动的成就。看看看看，呦呦呦呦！人家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没有想到到我这个年纪啊，哎呦，找到了最适合的运动。记得吗？小时候爸爸说，我长大之后会文武双全，这也算是没辜负他老人家。不至于吧？好，来，小伙子，别光顾着聊了，多吃点菜。哎呀，这可都是依依做的，快尝尝。这全都是依依做的呀？对，尝尝。怎么样？嗯，好吃，好吃。依依，你这可是米其林星级厨师的级别啊！米其林餐厅没有蛋饺吧？你过奖了。其实我每年都会按照妈妈留下的菜谱严格的执行，不过总做不出那个味道。来，喝酒，喝酒，喝酒，大家喝酒，喝酒，嗯，来喝酒。阿姨，您在看电影呢？是阁楼里的蝶老板租给我的。哦，我以为小飞不在家，您会闷得慌呢。哪能呢？他不在，我可轻松了，我不用做饭了呀。他要是天天能出去，那就好了。这个是那个拜见岳父大人吧？嗯，你看这个傻小子把岳父家搞得鸡飞狗跳的。你说小飞不会也和他一样吧？阿姨跟你打赌，八成也好不了。你看这个，哎，那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你得理解我呀。一，我是他妈妈；二，我一想到他会犯傻，我就有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心态。对对，小飞都快把大家给逼疯了。哎，他们现在应该是在猜灯谜了吧？猜灯谜的游戏是我们家过节的一种传统。爸爸和姑姑小的时候，每年过年都会玩这个。太好了，一起玩游戏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感。嗯，小飞，这个对你来说不难吧？我们帮你排一下。哼，猜谜语这种小把戏，我就是歌坛市的谜语人，才华横溢的祝雨明。你们听说过弥阁中的广陵十八阁吗？又拿文化轰炸我们，有能耐你去他家炸去。哎，哦，店里有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哎，这大过年的能有什么事儿啊？突袭防火检查。哎，你在这儿啊？
帮小飞排练一下。我先撤了。这么多灯呢，不至于吧？众人皆醉，我独醒，打一个误名。清单正确。二小二小，头上长草，我打大蒜，一对吧？正确。这题不难，你看一唱雄鸡天下白，打一古人名，厉害了吧？厉害。文真名正确。哎呀，你还真行啊。就是我。外国人长，中国人短，太监没有，和尚用不着，这个太过了吧？答案是名字。正确。这老虎不发威，这也算是 Hello Kitty。正确。太幼稚了。明天该干些什么，我已经都提醒过你了，这些务必背熟。头尖身细白如银，论秤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裳不认人。眼睛长在屁股上，我这是我先看到的。哎，你我先看，你们别这样，都先让一点。我先看到的，眼睛长在屁股上，眼睛长在屁股上，是小郭。我想说，那是真的小郭，我是真的，我。哥，不是我非要管依依的私事，我觉得小董挺好的，比那个欧阳强多了，也不知道依依看上欧阳哪点了。因为他不喜欢欧阳。我没听懂。依依说，只有相对冷静的态度才能缔结有效的婚姻。哎呦，现在年轻人想些什么，我真是弄不明白了。现在年轻人想些什么，我是搞不懂的。咱们依依啊，想些什么，我更糊涂。得有个当爹的样啊，这可是你女儿一辈子的大事。哎呦，伯父，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哦，你把那个欧阳送的香槟拿出去开了。好。开香槟了，我来开。哎，我来开，哎，我来开，这我带来的，我带来好，我带来，我来开。好。宰了他不可。啊，对不起，烫的受不了。我就是哥特式。
我就是歌德市的。哼，你们知道米啊哥哥这假酒哎您好好好喝死人了。怒鲁无为而羞耻。完了不要而羞耻。好来二次二次。各位哎呀心里最刺激最激烈最激烈我要救我自己。去年一年在我的推进还有功。哎呀我的。爹你这可是米其林。这是我想。漂亮。好好。妈。品尝一下我的手艺。